料看菜单，先傻眼，因为这个巨无霸美缪真的不是普通的大，饮料单拿在手上就像在拿看板告示，上头密密麻麻查了哪类冰淇淋特调，品相多达650种。要点两个小时了。<笑>高雄火车站学生口耳相传的手摇饮品店，光是口味就有650种，就算每天一杯点不同口味，一年360天也喝不完。就连老板也没仔细算过品相有几种，还是同学帮忙一个一个算出来的。很多人看了美缪都说，真的是逼人陷入选择障碍啊。只要我喝到有觉得不错的，那我还是会再把它出现在我们的菜单上面。 样也是超有噱头，有手摇店用超大药袋装饮料，还真的就像诊所药袋一样，能勾选用法。不管是心情郁闷、压力大，还是熬夜加班想来一杯，都可以自己勾选，创意满分。原来饮料店的创办人就是专业的药师，特别啊，就是我来买茶就感觉是顺便来看看医生啊。会吧，就是。 保存这袋子啊，自创药袋装茶的饮料店在台南，除了袋子有卖点，就连店面也设计成领药挂号区，还限定一次得买两杯才能用抢手的药袋装。尽管进入冬天的饮品淡季，手摇业者脑筋动得快，还是能在低温中卖出火热人气。记者郑继博士，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